这天李佳颖正在梳化，大方给拍还是半成品的妆发，透亮皮肤，干净眼妆，收在耳后整齐的头发，更衬得一张娃娃脸洁净无瑕。工作后换上私服，素雅粉色上衣搭配牛仔裤，充满邻家女孩的气息，谁能相信她已经38岁。帮吴思贤拍 MV， 李佳颖穿起制服化身高中生，毫无违和感。就算替化妆品牌代言，画上较浓妆容，也丝毫不减童颜魅力。Thank you。让你舍不得卸妆，因为我爸爸是娃娃脸，所以我长得跟他很像。我觉得跟心情也有很大的关系，因为我自己有时候回头看我25、27岁左右的时候的照片，反而会觉得看起来比现在好像老。然后我觉得是当时我有课业还有工作的压力，所以当时的烦恼比较多。喜爱爬山等户外运动，也让李佳颖更保有年轻开阔的心。她说看到大自然的震撼，无形中也获得打气，鼓励自己可以更好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佳颖，我在 TVBS 当掌声响起。